好，很好看，而且演员的这个技巧啊，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很好，演出很好，那个舞蹈那个节目非常新颖，比以前那个不一样了，很不错。I actually enjoyed all the performances. I thought they were very different, and it was nice to see the variety between one act to the following act. So I enjoyed all of them. 我觉得它有很多西方元素，非常 surprise， 因为我自己跳 hip hop 嘛，看到当中有很多 hip hop 的动作，所以非常 exciting。哎，非常好，非常好，高水平的舞蹈，然后功夫也好，美的盛宴。这个演出啊，给我们听到了很多小的时候的这个乡音，我们在这儿也很多年了，所以这个东方歌舞团这次来啊，我们也很兴奋。你看，我带着我爸爸妈妈都85岁了，哎，他们也很高兴。非常喜欢，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东方歌舞团它有一个特别全新的面貌出现，我觉得最大特色是它把中国的国粹都提炼出来了。我很喜欢，很精彩。今天那个演出啊，总体上来说还是很成功的。我入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家那个华人，他们5个人一家都来了，就是他们说这个东方歌舞团啊很有名，是世界著名的歌舞团，所以他们全家5个人都来了，啊，7点钟就来了，说明这个东方歌舞团很受欢迎。国家一流的演出团队，是，我在国内也经常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这次能在旧金山那个看到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很开心，很高兴。我们的华人华侨朋友也很高兴，整个音乐跟那个气氛都还不错的。国色天香啊，是吧？不错，这个不错。哎，是。那个灯光打得很好。谢谢。哎，我很喜欢。谢谢。都喜欢，呀，都挺好，比较专业。The medicine, the part where they did the medicine part, talking about Chinese medicine, and also the kung fu part where they're all dressed in black. Very fascinating and very interesting.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so modern and such warm and youthful choreography. I loved it.我觉得融合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然后无论是从色彩呀、还是舞美呀、各方面，我觉得真的都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文化大餐，我觉得特别的享受。我们看到那个他们的编舞的技巧和那个队形的排列都有很多新的变化。对，而且又宣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喜欢。中医整治的很幽默，很风趣，对，很好，又有剧情，对，非常的好。从整个的状态来说，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台节目是非常值得这个所有的华人来看的，因为在技术上跟他的这个创意上哈，有一些新的东西。非常有价值，我感觉到非常开心。有这么机会在这个海外呢观看这一场这么精彩的演出，觉得给我最大的感觉哈，当然我学音乐，我觉得音乐的这个 compose 写得非常的棒，跟舞蹈演员他们演绎的这种感觉哈，还是很到位。他们的那种功力啊，他们那个演出的功力相当的好。尤其那种慢动作，我特别欣赏。感觉哈，就是说，他把中医这一段表现哈，就是我觉得在创意上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传统上中医是一个很静态的东西，但是他们今天表演的哈，他把静态和动态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感觉非常新鲜。国色，那其实国色的话，它其实就是全名叫国色天香，它这个感觉是给人家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感觉。包括像在美国的，像我们是留学生，那还有很多的华侨在这边的话，首先就是接触更融入的，包括像对于美国的家庭，包括外国人，他会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